大家晚上好。现在呢还在圣诞新年期间，所以在此呢，我代表加拿大华人志愿服务中心，再次祝大家圣诞新年快乐！欢迎大家前来参加加拿大华人志愿服务中心主办的声乐公益讲座活动。加拿大华人志愿服务中心是2015年注册成立的一个非营利性公益组织，成立至今，特别是在这次的防疫抗疫活动中，做了大量的助人的工作。在此特别感谢我们所有志愿者的辛勤付出，也欢迎和希望更多热心公益的朋友们加入到我们的志愿者团队。为了使仍处于疫情期、长时间宅在家中的更多的民众受益，中心安排了很多的网上公益活动。那么今天呢，又到了我们声乐的公益讲座时间了。今天继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的林夕丹老师。林老师呢，曾出演多部歌剧。其中大型史诗歌剧《苍原》获得全国歌剧文化大奖，领唱的片段更是作为示范的唱段被编入过中国高等艺术学院的声乐教材。移民加拿大以后，继续在皇家音乐学院深造，是皇家音乐学院注册声乐考级教师。2010年呢，成立了林夕丹声乐艺术中心。经林老师培养的很多的学生都活跃在社区的舞台上，多次参演华人社区的大型演出，担任多个合唱团的声乐艺术指导。2016年《中国好声音》多伦多赛区总决赛的评委老师，并曾获得2019年央视《童根童梦》少儿春晚的优秀指导老师奖。那么唱歌呢，大家都知道。好处众多，他是被公认的科学长寿法的第一名。它有助于情感的通畅，可以让你忘却烦恼，舒缓情绪，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心境和精神面貌。它能够释放荷尔蒙，增强感情，能够增强人体的免疫力等等等等，这是举不胜数啊。好，那么我就不在这里多讲，多占用咱们宝贵的时间。接下来呢，让我们请出林夕丹老师来为我们讲课，有请林老师。林老师，你那个麦打再打一下，林老师。好，谢谢吕老师啊，大家我们又见面了啊，那也是像吕老师一样，先祝大家新年快乐啊，我们每一天都开开心心的。那好的，第一部分我们还是来发声啊。之前呢，在群里面有学员就问这个共鸣的问题啊。那如果是新来的学员呢，那可或者是参加我们这个声乐班不久的同学，可以去看我们之前10月、9月、10月的那个录像啊。最开始第一节课我讲的就是理论啊，那个就是讲怎么样发声啊，这个呼吸。还有这个咬字啊、位置这些啊，那这个共鸣呢？我们说唱歌的时候要把这个五个腔体都打开，就是腹腔、胸腔、这个口鼻头啊，把这几个腔体连起来，这样的呢就有共鸣了。那要把这五个腔怎么样作用上？这就是我们慢慢学习的过程啊。因为我们是上的是集体课啊，那我就只是根据大多数学员的这个情况，我们来做，没有办法给按照个人的进度来讲啊，这个就不好意思了。那我们还是第一部分先发声啊，用呜来唱，嘴鼻吸气，吸到腹，然后收腹吐气，吐到硬腭鼻子这个部分，鼻腔。一直保持打开的状态，气顺着前牙往外往上送啊。
唱成一。吸气的时候再把这个面部表情夸张一些啊。这个到 A 了，那高音的地方我说过，之前讲过因人而异啊。如果觉得自己哪个地方比较吃力了，从哪个音开始唱，大家就可以休息啊啊，不要使劲的 push， 一定要想着这个啊上边打开，气送出来，千万不要这儿有压力，然后肚子再使劲吐气，这样的话就容易把这个血呀冲往上冲到头啊。啊，那我们唱下来。看了有几个有视频的同学啊，看到这一条还不错啊，起码看你们的样子啊，大部分可以
把这个上颚打开，我们吸气的时候是上下牙张开。那这一条我们大家要注意的，第一个音是这一句的最高音，所以我们要想着第一个把上边空间打开，上下牙，然后要保持这个上颚的状态啊，不能啊啊一的时候把上边松下来，因为这个第一个音就是最高音，所以我们从高唱低或者从高保持同样一个音的时候，我们这个上颚的空间要一直保持在这个高度上，这样才能保持我们唱的这个音啊，唱的音符的位置不掉下来，然后通过气把我们唱的这个所有的音啊，就是所有的这个母音，从第一个音开始往后一直到最后一个音，想着用气带着把它送出来啊，顺着哪儿呢？我们说顺着鼻子，因为这个口这个部分是要送出来往前唱，是为了让大家听到我们的声音，把它传远啊。那上边这个空间，这个鼻腔头腔就是为了把气送出来，带着我们这个啊音的位置一个一个把它送啊，所以不能第一个音张到位的时候往下压啊，或者气不动了，空间这个保持住，气是流通的，我们这个气一直是在走的，只要你在唱歌就是在走，而且第一个音的时候这个气啊就要先送出来，这是唱任何啊，只要唱就适用的啊，只要唱就适用，先气顺着走，千万不能第一个啊压住了后来才给气，那个就来不及了啊，一定要用气带着。那我们从高往下唱，顺着字唱 R-A-E-O-U， 这一条是应该特别顺，这条就是 R-A-E-O-U， 把我们的嘴按照由大到小去咬这个母音排列，按照顺序排的把气送出来就行啊。张好口鼻子，这一条唱到这里，下一条跳音，跳音要注意的是气跟我们这个字在位置上要把它们结合好，然后顺着音高把气每个音都要送到位啊。从五开始，小点嘴吸气，这是降 B 这一条啊、如果是高音的话啊，如果自己觉得可以的话，平时练习的时候还可以啊、再唱的高一点，只要我们把这个空间位置打开，然后你的声音是高音，我说我们就能唱到啊，但是不要勉强啊，不要勉强。最后
八度，还是从乌开始？这个是降 B 啊，啊，大家练的时候我说过啊，顺其自然啊，能唱的那个音高就唱，如果唱不到也没有关系啊，我们慢慢练啊。这个音高啊，是我说一个是我们声带，看你是不是高音啊，那再一个就是我们的状态。首先你的口腔要打到这个音高应该有的大小啊，然后呢把气要送到位，下巴这个地方不能紧，像我们说话的时候。这个下嘴都是下唇和下巴啊，牙下牙都是自然的啊。那我们唱歌的时候，张的时候也要让这个地方自然啊，不能让这个舌头往回缩，舌头是抵着下牙龈啊，或者下牙这个交接的地方啊。不能唱的时候就把舌头缩回去，你看如果舌头缩回去的时候，说话会不清楚的啊。除了我们说有卷的音啊，有 r 啊，有的时候有 l， 需要把舌头动一下啊啊。那一般的情况下，我们这个舌头是放在前边的啊， touch 在前边的啊，不要往回缩，从上往下唱。这一条的就是要注意八度的时候，这个嘴张的相对于刚才哆咪嗦啊，或者哆咪嗦哆，都要把它提前量想到把嘴鼻子啊这个空间张到这个第二个高音应该有的位置啊。那这个我们说这个位置就像钢琴一样，如果你要弹哪个音，你要想着先把手送到这个音的位置上，然后再把手往下弹啊，落下这个音弹下来。我们也是，如果你手不送到位置，你去从别的音上往这个你要弹的音上滑，这个就不稳定啊。那就是有的时候会弹错音，因为它位置没有找好啊。那我们唱歌也是，那只不过我们没有办法像琴上这个音一样给我们很明显的指示，就是哦哪个键就是代表哪个音，那代表我们谱子上的音。我们唱歌的时候是靠我们自己的感觉去把你的嘴张到那个音应该有的大小去唱出声音啊。那这个就是要靠我们自己的听觉和你的感受，你的感受唱这个音高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很那个音很空，也不会觉得很挤，觉得那个字刚刚好唱出来，然后你的耳朵啊也就是能反映出来啊，你听到那个声音是很舒服的啊，你这个身体坐的不是哪儿气憋住了啊，或者这个下巴紧得不得了啊，我不说吗，刚才大了就是嘴空了，小呢就是嘴这个肌肉紧了。
这个紧张啊，啊，或者是张到太大了，也会撑住了这个嘴型啊，也会紧张，就不自然了。那不自然，你这个咬字就不会清楚啊，那它就影响你的声音效果啊。那所以我们唱歌是一个集体的啊 ，teamwork， 就是说你的身体加你的脑子，还有你的这个五官啊，都要跟着一起来工作，才能让我们唱出一个啊，我们说比较相对来讲啊舒服的声音啊，那个很自然的声音。只要听起来自然，这是我们最终的啊终极目标，就是要怎么样通过方法啊，通过你的这个身体啊，把你的声音，身体是个乐器啊，这个 all in one 的乐器，怎么样把你这个这首歌的音符，每个音都唱得很舒服，让人听起来很流畅啊，这个就是我们要达到的效果。好，那今天我们第一部分就到这里，第二部分我们学习歌曲《阳光路上》。阳光路上有几个版本的谱子啊，那我们就用我给大家发的这一版就可以了。有几个音不一样的地方啊，我们就稍微把它改正一下。还是以这个唱为，就是听到这个歌曲有原唱的为主啊，就按照我们这一版唱就可以了。那我们还是先念一遍歌词啊。今天我们就学习第一段。把第一段歌词啊，把它念好啊，因为有的时候也能听到大家都很积极的在群里面放啊自己的歌给我们大家分享啊，很好啊，我们大家可以互动，互相学习啊，互相了解啊，那就说这个唱歌清楚啊，清楚很主要，因为这个是我们歌曲区别于其他的音乐形式的啊，这个唯一的就是我们这个唱歌啊。是有歌词啊，我们是自己用人唱出来的声音有歌词，那我们要把歌词咬清楚啊。特别这个平卷舌啊，我知道对有一些就是从小长在南方的朋友不太容易啊，那我们也慢慢做，能做多少是多少，所以在这里我就给大家念清楚，然后如果你们记不得了呢，我们都每一期都有录像啊，回去可以重复的听啊，然后把咬字先念清楚。如果你念的时候这个歌词念的不顺，那你唱起来的时候更不顺了啊，因为你唱歌的时候还要想着歌词，想着方法，所以就来不及去想那个字了。所以念的时候念歌词也想着尽量用我们发声的状态啊，用我们发声的状态把每一句啊按照一句话这样的好好的念出来啊。好，走过了春和秋啊，把这个了唱这个地方唱成了，轻一点就可以啊，不用了啊。走过了春和秋，走在阳光路上。很多的时候，这个歌词里面最后有嗯的时候，很不容易唱出来，因为有的时候一忽略就过了。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尾音带嗯的要尽量唱到，正好我们就是用鼻腔的啊，我们就把它唱清楚啊。所以这句话里面，走在阳光路上啊，这里面有三个带嗯的，阳光路没有上啊，阳光上都有。所以特别在上的时候，这个一定要想着最后，我们说最后一个字要把它送到更高的位置，用气啊，然后顺着鼻子走，所以是上，上，不要上，不要把嘴收回来啊，上，停在那儿。花儿用笑脸告诉我，这个是一句啊，刚才走过了春和秋。这个地方换气，春和秋啊，春和中间有一个休止，但是那个地方只是 pause， 就是停顿，那个地方不换气啊，那个地方不换气，这一句话是一句啊，那个地方只是一个停顿，就很轻快的感觉啊。然后走在阳光路上，这是一句话，吸气。花儿用笑脸
告诉我，这个地方吸气，那个我也是啊。当我们咬字的时候，说什么时候在工作呀？只要我们唱就是工作，这个各个器官，那嘴唇也是。所以这个我不能我，你看当说我这个时候，这个嘴唇已经松了啊，这个 lips 已经不工作了。所以当我们唱最后这个我的时候，你在停了这个我的音之前，你的口要我尽量保持是这个形状 O 的形状了啊。这个地方换气，天空好晴朗啊，空晴朗，这三个都是有 N 的啊，不是 N 啊，像那个朗 ANG 啊 ANG， 晴是七英 ING 啊 QING 就是英文字母。所以这个琴和琴，音和音，这个地方有的时候会容易混淆啊，就念得不清楚，所以把这个地方要注意。多少追梦的身影，在这个多前面吸气啊，这是天空好晴朗是一句。追梦的身影啊，身是没有 G 的啊，诗恩 ,SHEN, 身。影 e 影 y i n g 啊，这个是有 g 的，在这个后边吸气。奔跑着，拥抱希望，望也是有 n 啊。这个奔跑好多有每首歌的这个前后字，我们是跟着这个它的这个词的感觉来做的。这个地方如果奔跑捉拥抱就因为它就是很短的嘛，这个每个都是一个八分音符，所以这个奔跑着拥抱就可以了啊，不要奔跑捉拥抱，不要唱的那么重，奔跑着拥抱希望。如果有好多时候有长音，这个捉如果是长音的时候把它唱成捉，如果这就不好听了啊，特别是我们美声的时候要把那个捉唱顺了，这是跟前后音的感觉啊。那这个奔跑着拥抱希望就可以了啊。一路同行的人们啊，一路同行的人们也是地轻点就行了啊。门没有 n 啊，门 m e n m n 门。心中暖洋洋，昂扬有 n g 啊。门吸气，后边阳吸气。高潮部分，阳光路上无限风光啊，那个风啊，别读风啊，这个是就是咱们那个时候我小的时候都特意说那个风，这是港台那个港台的那些歌星啊，他们就爱那么讲，因为我觉得他们很多都是接受这个外国的嘛，从小他们是有外国人说话的那种感觉，是风啊。那实际上我们中文的这个风是 F-E-N-G， 风风风是嘴是这个形，嗯，风把那个所有的波波摸波哥科呢勒哥科喝鸡七夕啊，我们想的都是在这个上牙啊，不要哥科呢勒啊，不要把那个哥，很多人说那哥就容易跑到下面啊，所以我们把所有的字都送到上面。风光，这个就是位置啊，这个就是位置啊。那有的学生呢，说话的位置就低啊，有的人说话这个舌头就容易使劲。那所以我们唱歌的时候就要慢慢的想啊，把位置送上来。这个就是要改变自己平时说话的状态，因为我们唱歌就是夸张的说话，在音符上说话，所以你要把这个状态都要摆好。平时的习惯成自然啊，这个习惯就要把它好好的做到了啊。无限风光啊，无这个乌母音一定要把嘴竖着憋，无啊，无，在这儿吸气。前行的脚步日夜兼程，的唱成 D 啊，前行的脚步。
日夜兼程。琪琪，不可阻挡。昂，这个挡也是有昂，程也是有昂啊 ，ang 都是 ang。阳光路上，旗帜飞扬，扬也是昂啊，跟那个暖洋洋是一样的。科学发展为和谐的中国，吸气，引领方向啊！特别这个中国的国很不容易，一唱就国就变成调了啊！中国啊，尽量把嘴，我说了，只要是唱歌就要把这个嘴唇让它在工作的状态啊，不能中国，不能散掉，中国，中国。引领方向，最后唱完的嘴向，要这个感觉啊，不能向，不能把它收回来。唱完了这个字，我们说唱完歌的三步走是：先停声音，再停气，再变口型。所以你不能在唱的过程中把口型变了，那口型一变就变字了，就不是这个字了啊，我们就唱成其他的字了。所以要保持住你的口型。那我们这个正常的是 D 调呢，它最高音的是 F， 是发，那就是到 G 啊，到 G。钢琴上是以中央 C 这组的 Dry 作为哆，那最高是到 G， 是不太哦。如果最后面的一句结束句，想像我给大家做示范的那个唱的是，如果不是唱 Re Mi， 最后一个结束音，高音的方向的方的地方，如果是唱，它这是 Re Mi 啊，那很多版本唱的是 Re So 啊，那 So 的话就变成 A 了，就是拉，这个就到 A 啊，就稍微有一点高啊。那个实际上对女高音来讲也不高，但是我们是大家一起学嘛，那我就是还按照 D 调来做来唱。那如果你们要觉得高的话，你们就先听我这样讲解，然后讲，我讲解的是方法，你们按照我讲的方法来一句一句的唱，可以用你们自己适合的调子啊。那我来唱还是用 D 调来做啊。了春和秋，啊，我慢慢唱，这歌应该是快方块的嘛，啊，让我慢慢讲解啊，因为我已经给大家发了嘛，唱的那个音频，你们要自己练，可以再反复听我那个也可以，我现在讲解就慢慢唱啊，再唱一遍，走过了春和秋，要注意这个春和秋。和不要掉下来，春和中间不能吸气啊！我讲的都是按照规范的一句一句来做的，但如果实在你们觉着唱不下来一句的话，也可以换气啊。但是正常的情况，或者是有的版本是连下来的，没有休止，但我说了，我们按照有休止的这一版来唱啊。走过了春和秋，第二句张嘴，走在阳光路上，这句因为秋和走它们有四度的差别，所以我们要第一个嘴就要先张开，走，每一句都是用阿西气，走在阳光路上，那走在阳是哆来咪往上送的，所以我们这个就像啊啊啊啊，一直要向上面要向上打开啊。到阳唱完光的时候就要保持住了，因为其他的音都是比它低的啊。但是低的时候要保持在这个阳的位置，不能掉下来，别不要这样。走在阳光路上，那个上就掉了，因为什么呢？那个里边的空间松了。气送不出去了啊，所以这两条都要记住了，我们的气要送，上面位置要保持啊，气要送，上面位置保持。走在阳光路上，
这个嘴唇要工作，最后留到嗯上。鲜花花儿用笑脸告诉我，这个保持住我，花儿用笑脸告诉我，一直都是保持在我们刚才上唱完了花，基本上差不多啊。那笑脸就高一点点，那我们再稍微提一点点就可以了啊。花儿用笑脸告诉我，然后在这个地方吸气，天空好晴朗，这个地方就容易好字，天空好啊。大部分学生唱的时候都容易这个，因为张嘴嘛，凹音啊，空是乌，好是凹，乌凹，而且那个凹要高一点，那我们要想着把上面提啊，天空好晴朗啊，天空好晴朗，好是凹一凹一，因为那一低了啊，一低了，把下巴送上去一点就可以了。然后吸气，多少追梦的身，多少追梦的身影，也是嗯，留着这个梦也是有一个地方啊，梦啊跟风一样，不要梦啊，不要梦，是么嗯梦，留到鼻子啊。多少追多少一样的音高，跟前面走过了一样的啊，走过了是一样的。多少追，哎呦，想着这个状态啊。多少追梦的身影，奔跑着拥抱希望啊，望啊，一直提着上面。一路同是最高音啊，一路同，所以这个一路同是什么呀？一路是乌，同是欧，一乌欧啊，跟一欧乌是不是基本上差不多呀？那就是这三个音，而且还是挨着的，所以一乌欧往上提点就可以了啊。同行的人不要掉，同行的人的人，一 A 啊，一 A， 那一 A， 然后还是从高往低，是不是要保持住，不能一 A 就掉下来，的人嗯，不能这样的，的人嗯们，想着保持住位置啊。在这吸气，保持住位置，嘴小一点，吸气的时候，这是换气的技巧啊。当我们唱完了，如果音低的话，我们要用啊换气，还是啊，那换气的时候嘴就不要大了啊，然后保持在上面的位置就行，因为前面那个是门是咪，心是 ri， 那门。这样吸气就可以了。心中暖洋洋，暖也是心中暖，呢乌安乌在前面，所以我们要把那个不要暖暖，而且这个嘴又散开了啊。心中暖洋洋，最后面So right middle 是从高往低走的差五度，所以这个阳暖阳阳啊，像我讲的那个方法，要是顺着气唱，把这个位置保持住了啊，不能暖阳阳啊，千万不能这个地方松。然后这个地方要往高唱了，这个阳阳，那吸气的时候就要张嘴了啊，阳阳，看有一个动作要提。因为 so mi 啊 ，so mi 要往高张了啊 ，so mi 有六度
啊，所以想着这个是夸张一点的章。阳光落山，啊，一定要把这个光唱到位。如果这个光不到，那个路就容易紧了，那路一紧，那个上肯定是掉的。即使不掉，你那个气也是上就会虚啊，因为它那空间没有了，把这个空间压下来，这个气不能很好的顺着鼻腔往外走啊，顺着嘴往外唱，那那个气就气流就不会稳啊，就会有这种 shake 啊，这样上下的震，那个气就是那个是抖音，而不是正常的颤音啊。我们颤音是气流顺着气儿走出来的声音，而不要抖啊。在这吸气啊，那起也差不多啊，七我那个吸啊，吸跟拉差不多的音高，五把嘴竖起来就行了。无限的风，别风啊，千万不要，很多学生都容易把风唱成方，就是这个 A 没抓住啊，嗯，风相当于 A 母音，而不能风就变成方了。而且一拉下来的时候，这一个字就会觉得很硬了、重了，因为你把这个气无形当中给拽下来了啊。我们气是顺着的啊，无限风光，永远想着 R A E O U， 不要让你的咬字破坏你的气和你的位置啊，一定想着顺着气走。这嘴唇还是要工作的，别光啊，把乌唱完了，啊顺着走，光。如果这么想，你的口就是竖着的。如果光光，就会散掉了，那气也没有找不到家了啊，一直有 direction 啊。我们的气是一个是这样顺着走，一个是顺着往前走啊，不要让他们迷失，一直知道你的 target。啊，知道你的目标，你的 goal 要怎么去做啊？然后这下面音低了一点，也要保持。前行的啊，前行的，七一安一啊，行也是一，地也是一，所以这个字唱 D 这个啊，这个地方啊，前行的这个是一，感觉是啊，想着上颚提着啊。前行的脚步日夜兼程啊，兼程，看我的嘴，兼程，千万别兼程啊，又变兼长，所以 A 母音很容易唱成长 ，A 唱成 R， 就是刚才我说那个风容易唱成方，就是这个下巴千万不要掉下来，保持住兼程。兼程，因为我们说了气把字是往高送的，千万不能兼程这样的拽啊。吸气，不可阻挡，这个一路往上送，不可阻挡啊。可，刚才我刚讲过啊，要把那个发声的时候讲过那个可 K 啊，想着要放在这个地方啊，不都是用这个咬字啊。不可阻挡，只是随着音高低，你的这个上下牙的空间会张开，但是不要让这个下巴去上面不动，只动下巴去 open 你的这个嘴里的 size 啊，不要这样张，想着这是上下做啊，你这嘴里的空间是靠上边主动张，下边配合来达到你要的那个空间的大小啊，而不要只拽下巴上面不动 ，OK， 嗯。不可阻挡，吸气，嗯，下一句还是反复刚才那个，不可阻挡，从这儿开始接啊，因为阻挡完了，那个音是低一点的，所以保持上面那个位置，嘴小一点就可以了。不可阻挡，阳光落山，这地方吸气啊。都要保持住旗帜飞扬啊，这个地方是这首歌的一个高音啊，加上前面那是一个阳光路上是一个高音，这个地方是个高音，结尾是一个高音啊，
这个地方就 re mi fa， 这也是三个音，也容易紧这个地方啊。七中七中啊，响的送出去。还有浮点，这个歌的有这个浮点的地方就很有力度啊，要把那浮点唱出来才有这个特色啊。七啊，不能咬这个地方，这个上嘴唇的肌肉千万不能松，一松就把这个字给咬松了啊！想着在这个位置上咬，然后保持住上边。科学发展为和谐的中国，这个是哆西哆西，一般都这个是哆西哆西，音差不多啊，保持住，然后有一个胃低了一点，那这个胃不要掉。而且也很短的这个啊，不要把它唱下来。科学发展为和谐的，你看啊，展为展为啊啊哎啊哎展为啊，科学发展为和谐的中国，是不是这个口就像说话？科学发展啊，科学发展为和谐的中国，那我们说话也是这样，不是科学的发展为和谐的中国，没有人这么咬字，是不是？那我们都是往就顺着说啊，因为这个音高一样，就像我们正常的在说话的这个频道上说的是一样的啊。科学发展为和谐的中国，吸气，以灵方向，强调 ，re mi re do 啊，方向啊，这个伴奏里面也有一个，那个中间有一个它有个浮点，给一下那个 re mi re do 啊，把那个 re mi re do 强，就是把它唱的清晰一些啊，清晰一些，但是不是那么重了啊，我们是把它唱的清楚啊，把那个力度唱出来，都是还是顺着往上送的啊。OK， 那今天这个歌基本上就是这样了，我们稍微慢一点唱一遍啊。走过了春和秋，走在阳光路上，我儿用笑脸告诉我，天空好晴朗，多少追梦的身影奔跑着永不歇望，一路同行的人们心中暖洋洋，阳光路上无限风光，前行的脚步日夜兼程不可阻挡，阳光路上旗帜飞扬，科学发展为和谐的中国引领方向。好，那今天这首歌我们就学到这儿，下星期我们再唱第二段到结尾啊。那好吧，李主席，你不说要那个二维码？我把那二维码发上去。好。是这样，发这个二维码呢，就主要就是说，大家呢这个群里已经都快500人了，现在还有几十个人，就说大家呢这个不在这个群里边呢，这个可以就是说可以进这个群。因为不能扫人嘛，大家加这个二维码，加了以后你说你要进声乐群，就给你拉进去，你要声明一下你要进声乐群，就直接拉进去了。在里边呢，这很多的这个就同学们呢，包括这个林老师都在给大家互动，在群里互动啊，说了也就希望大家能够进这个群，给个一分钟时间，大家扫一下码，就扫这个码，直接扫一下你声明一下就行了。还有一个呢，就是给大家讲这个
林老师的所有的声乐课从开始零基础讲的都在 YouTube， 所以说你大家呢有可能后期进来的可以上 YouTube 到那边去查，是不是那个上面这个名，这个是加，你书上去加拿大华人志愿服务中心，我就会打到上面去，你就是中文的，也大家也方便，是全部的中文的，加拿大华人志愿服务中心，你打上去都能查到，中间当然中间很多活动都在里面。好，大家要扫好了，我都把它就是不在这个群里面啊，扫好了我都把它这个我都撤掉了。那林老师就开始提问大家了。提问当中呢，最好就是大家举手吧，要不引起这个别人乱。举手呢，这个林老师按顺序打开麦克，大家去这个跟林老师沟通。好，我把这个撤掉吧。哦，刚刚没放上去吧？是不是我没放？现在放吧。哦，不是，这个放上去了，现在是在刚放啊，现在放，哦、就让大家扫吧。哦，刚刚没点，哦，没点，哎，大家给个一分钟，我刚刚是。我把中心的全程打到后边。大家可以看留言板都有啊，聊天记录上都有。你看加拿大华人志愿服务中心，这些都能搜到。最好订阅一下，大家上去最好订阅一下，以后中心的所有活动都可以查到。那我撤掉了，那林老师你就开始提问大家吧。好，那我们还有几分钟时间，那谁有问题可以现在举手提问。好，谢谢。Honor A8X Max， 没有举手啊，没有人举手啊。举手在那个参会这个地方举手。挺好啊，那大家都听明白了，不错。谢谢明辉。林老师这边上面还有一个问一个啊，问一个什么？怎么才能把声音拉高？这是谁提的一个问题？哦，那好吧，那就先说这个问题啊。那我先这个 Honor V 二十是谁的呀？我现在解开。好，说吧 ，Honor V 二十是没有名字。打开麦，你打开你。举手的，刚才举手的。同学，你就把你的麦克风打开，说吧。好，请讲。李老师你好，那个你好，就是我给你讲课时候加一点点的那个乐理知识，因为我们乐理知识就是很知道的很少，就是用一小一点的时间，然后讲一点点乐理。乐理哪一方面的呢？就是你说看我们看谱子，就是不知道他的就是想。说什么就有些你像看谱子的时候就是你在讲课的时候我们知道啊是这个就是谱子上面的那些那个乐理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啊好像这些标记符号啊什么的是吧对对像那个你像CDFGAB 就这几个音调怎么来的我们都是没学过又不懂好的。那我刚才不讲了吗？因为这首歌刚开始我说了，那我们就只能针对我们每一次学的歌，我们稍微加带一点，因为我们这个主要是声乐课，大家都是想唱啊，所以那理论呢，有的时候你们可以自己在Google 上面 search， 如果你想问什么问题，然后像这个歌呢，我也可以连带的讲一下。所以最开始这首歌我讲过了，我说这个是 D 调，是在琴上这个中央 C 的。Right 作为 Do， 那本来是 Do Re Mi Fa Sol， 那这个 Do 就是这个一等于 D， 就等于是 Do， 就是 Do Re Mi Fa Sol。根据我们下面谱子，这个 Do 是 Standard， 它这个 Do 是什么调？那我们这歌就是在琴上找到什么位置，就等于我们平行的把这个歌按照我们这个谱子是全升上多少，还是全降下多少，是把这个歌的旋律各种音之间的音程关系不变的情况下，把它从全都升全降。
然后来调我们这个调。然后这个八六呢，就是一个拍子里面有八分音符为一拍，里面有六拍。八分音符就是一个音符下面带一横，这个就是八分音符，嗯，啊。然后下堂课的时候我再讲一下，再给大家复习一下这个啊，好吗？嗯，好的。嗯，然后刚才说那个拉高音呢，啊，这高音我讲了，我刚才也说了一点点，就是说我们这个音呢，你天生如果是高音的话，那你就假如说是女高音的话，那我们至少能唱到降 B 啊，那 High C 这个都是可以的。但是我们群里大部分都是跟我差不多或者比我大的啊，我们年纪小的好像不是太多，所以我就说因为这个是无法避免的，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身体的机能会慢慢的变化啊，那我们这个声带也是一样的，就包括我自己也是啊，我自己以前发声的时候三十多岁的时候发声，我能发到 High F G， 但是就不好听了，那个就是，但是起码我能唱的，现在我唱就觉得费劲了啊，那个这就是人的自然规律，所以不要跟着自己较劲啊。那这个方这个学习呢，唱歌也是一个 long term 的长工，这是长的工作啊，需要功夫的。那如果大家只是在这里这么慢慢跟我就是一个星期学一次，而没有我手把手教你的话，自己如果再没有学过这个声带又慢慢的就是没有像年轻的时候，有的很多人年轻能唱很高嘛，为什么现在唱不上去了呢？要不用方法就唱不到，但是有的时候你用方法了也能唱还是能唱上去的，这就是因为我们要一点一点的学，那在这儿学呢就是会慢一点，没有这个私人这种一对一的课程教的那么针对你的问题讲解那么清晰或者是那么快速，但是这个也能做啊，只不过慢慢的啊，所以这个就是声带拉高，这个就是要慢慢的做，我说了气位置还有包括你的这个口腔张开都要把它结合好了才能唱出来啊。我们看我们这个演出嘛，那我唱芦花啊，唱芦花的那个同学他已经今年已经七十了，那你听他的声音也很好，因为他私人学跟我学了已经半年头吧，已经有个七八九年了，所以一直这样学下来的。但是呢他的声音条件就也很好，这个是也当然是必须的了，那你声音条件好你再有一定的方法才能唱出来啊。那个芦花后边是 High C 嘛啊，那就是音挺高的，所以这个就是说那我们只要你方法对了啊，那样慢慢学是高音是可以唱到的啊。这个就是说要一点一点的练，不要急于求成啊，跟着自己的这个状态来慢慢做。那燕燕。哎林老师我问一下。你好。你好，这个歌啊我觉得它是彭丽媛唱的，它彭丽媛是高音的对吧，就是高音。就是说如果呢我觉得那高音呢那好像是有点难度的，如果我想降一点就说一般你说要是中音的话，说中音到高音之间我可以一般降个几个调，降个一个两个调呢，还是一般是这个标准有没有，就是说有。嗯其实啊就是一般的话都是在最高音那个音我们唱的比较高是吧，因为这个歌的跨度呢有一个差不多一个八度吧，一个八度多我们看这部 so mi 一个八度多呀，那就是如果你要是把那个前音降得太低的话，你前面那低音就唱不下来了我说女生一般都是假的女中音，都是因为方法没有做到高音唱不上去。但是你想啊，这哪一首这个写的比较经典的歌曲它都是不像流行歌，流行歌也有难的对吧，但一般简单的流行歌它的音域不会跨度那么大，但我们这样的歌曲都是特别这种艺术歌民歌美声它都是跨度大的，所以你如果你觉得后边唱不上去你就把它降下前面就是降几个调的话呢，底下低音又会唱着很累的。那我人家写的这个歌它都是有按照这个假如说是女高音就会按照女高音的这个音域来写的，那如果要降的话我建议啊就是那个高音我说了就是那个咪发
然后如果最高音那个嗦如果唱到的话，就是咪发那个发也有点会紧哈，那唱的 G 最多就降两个 key， 一个 key 呢就是半度，在那个全民 K 歌上，就是半音。现在我们是 D 吗？D 就是我说了，钢琴上是 C D， 钢琴上的这个 Re 那就是我们这个调，那都和这个 C 和 D 中间有个黑键在我们琴上啊，再有个黑键，那这个黑键呢就是等于降了半度，从 C D 到 C 往下行，可以降一个黑键来作为它的调。那唱全民 K 歌的话，你可以把那调降一个，它不有升降号吗？就是那个可以改调的地方，降一个就是半音，如果你觉得还高再降一个，那就等于从 D 调到 C 调了，就是等于那如果我们这个谱子上的标记就等一啊，就是一等号那个地方就变成都等于 C， 现在是都等于 D， 那个音就变成都等于 C 了。那如果再低的话，那一句低音的这个地方天，这个天空好晴朗，这个晴，这个如果低的话，天空好晴朗也能唱，但是这个歌的味道就再低的话就状态就体现不出来这个歌的这个欢快轻松啊，很激昂的这个特点就没有了。所以最多的话一般的这个降两个 key， 降一个大二度就够了，就是由那个在 K 歌上就是你减号减掉两个基本上就差不多了，也就是减掉两个，就是减掉两个减两次、嗯、减两次，那就是说他现在就是从降一个调，从 D 调降成 C 调就可以啊，那就等于降两个调了，因为中间还有一个降 D 升 C， 那是一个嘛，就是 C 和 D 中间有个黑键嘛，那等于你先降一个黑键再降一个，那就等于降一个大二度降两个调，降一个大二度 C 和 D 差一个音，但是它是两度，一度是都都，它和它本身这个就是乐理，都和都本身是一度，那都和 Re 就是两度，那你要降的话它中间还有一个半的吗，那一半吗，那就是降 D 或者是升 C 是一个意思，因为它是在那个都 C 和 D 就是在都和 Re 中间嘛，都和 Re 中间你可以说成是升都，你也可以说成是降 Re，因为它那个音名就看你在什么调里，但是它的意思都是一样的，所以对我们唱歌来讲你就知道它往下降一个再降一个，降两个才是从 D 到 C。 好，谢谢老师。不客气，刚才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跟我说新年快乐，谢谢。那个林老师啊，林老师留言板上还有，我看有很有些留言，你看一下看看还有在留言上留问题的吗？有问题，他有问题。他一个是什么，能把谱子带一遍吗？这个谱子呀，我觉得这个谱子大家可以回去，就是根据那个，那下次吧，唱一遍。其实这个工作最好是，最好是跟着那个拿着谱子，跟着那个原唱彭丽媛那版也可以啊，你就跟着这个自己练习啊。那我们主要的是讲解啊，讲解歌曲啊，下次我们可以唱一次。其实唱谱子这个多唱呢是对你，这是课下的工作，应该课下自己把谱子，就我把谱子已经发给大家了，你就可以跟着那个我们现在这么就是这么先进啊，在网上什么都能找到啊，我把改完了之后基本上就是跟彭丽媛那个版本差不多了，就可以跟那个唱啊，这是你们课下学习的啊，自学的，上来我们就每周一次课，时间挺宝贵的，我最主要教大家唱歌啊。那这个是 Sarah 说教外国歌呀，其实可以，但为什么呢，我之前也提过，但是因为我们群里面大多数还是年纪比较大一些的那个这个就是这个对外国歌啊，这个咬字会比较复杂，除非了我们这个可以用外国歌拿中文唱啊，否则的话这个学起来非常困难啊。如果
这个Sarah说练嗓子呀，我没有什么保护嗓子的，其实你听我嗓子都哑了，但是现在好多了。之前没有这个疫情的时候，我每天都上六七个七八个小时，我自己做示范，学生也跟着一起唱，连唱带说的，那嗓子哑得很厉害，现在都已经好很多了。但还是会有的时候疲劳，我没有什么保护的，但是我自己唱的时候我不会哑，因为有方法嘛。那如果你是觉得唱的嗓子会累，那就是方法没有到，那就是慢慢要，我们学的就是方法，为了唱着不累嘛。我疲劳是因为我说话多，唱歌说话的时候用不到那么多的方法，不能总是这个提着说话嘛，那就相反，反倒累嗓子。但是真正我唱歌的时候，我要用气息用位置那个反倒会容易一些的，那个就是好好练唱就好了。外国歌呢，如果是你们想学的话，其实一样的，那我们就还用中文来唱，可以唱一首小夜曲啊，可以唱一首舒伯特的小夜曲。那个我们慢慢一点一点唱啊。好，那个留言的问题也基本上差不多了吧？那这燕燕还有什么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刚才说到 K 歌呀，我不知道，反正我是不会唱，就是说老师能不能抽个时间怎么用这个 K 歌，就是全民 K 歌，我 download 这个 app， 但是从来不知道怎么用。行吧，我可以把那个，我可以发几个截屏，让你从哪里点哪儿。其实那个中间就是一般我们所有的，像那个 Google 不有个 search 的那个，像一个放大镜那个行吗？你进去到 K 歌里面，你把那个点上之后，你就可以输歌词了，你输到你的歌名就可以了，它自然就出来了。那这个都是。假如说我唱，我并不想让别人听见，假如说我自己听听，这都可以吗？可以保存？可以啊，可以啊，你自己录到本地就行了。你自己唱完歌录完了，他会告诉你的，他会问你的，你是想要那个 publish 公开呀，还是说你自己什么私存啊，是什么的本地录音呢、你想怎么存。我给你们发的那个也是没公开的，所以只是我发给你们，就像我唱的那个这个阳光路上，我就是未公开的，我这个是只有在我们群里的人才能看到 ，public 是看不到的，我也没有把它分享给整个的那个K 歌。我之前是不小心，或者是想发了就发了几首吧，但是回信的太多了，他们说 K 歌不回还不好，但是那么多我也来不及回，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人家有的给东西啊，或者给花啊什么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所以我就不 publish 了。我就是如果我们群里啊还有学生喜欢的话，需要我做一下，我就给放一下就行了。我也没有 publish， 就自己学习挺好的那个。慢慢，因为现在网上了嘛，都是在网上，我们就要那个强迫自己学一下这些东西。好 ，OK， 刚才 ，OK， Golden， 再回答一个问题，举手。Golden， 你开打开你的麦。哎，老师，那么那个，我听说那个就是 K 歌，他要那个要付费的是吧？没有，不付费。不用的。不用。好的好的。K 歌不用付费。好，谢谢。不客气。祝林老师新年快乐啊！谢谢。健康。谢谢大家。林老师教的特别好。谢谢，你们有收获就好，但愿我们明年大家都会唱得很好。是啊，慢慢来啊，慢慢学。谢谢林老师。不客气。好的，没问题了。好。那李主席今天就到这。行，那个林老师辛苦啊，这个大家这个祝大家这个圣诞快乐啊，圣诞快乐，节日快乐。新年快乐。那个新年快乐。下边呢？下边呢？就是林老师，那你那个啥吧？你那边那个啥？你已经忙完了。好，那你们还有事哈？好的。我给大家交流一下，你没事了也可以一块交流。好的，那就明年见了，大家明年见了。明年见了，对。好。那个大家看看，有些事情呢，给大家就是说。一个给讲讲明天呢，我们因为节日期间嘛，中心是只放三天假，但是呢，像林老师这就是有正常嘛，社会上放假就是两周嘛，林老师也是放假前也是坚守，但是中心也很多活动，
都也是除了我们正常三天放假以外，已经放了两天，24、25号还有1号，其他时间我们都正常。但是老师呢，有些老师也要休息，我们也那个啥，也就是说也停了。明天呢，给大家先讲一下明天哪些大家要参加了都可以。明天早上7点半，7点半呢有一个我们那个八段锦练习，大家感兴趣了，明天这个我们每天这个不停，这个基本上没有停过，这个已经坚持了，这就差不多2周了吧，这个每天都是这个时间，愿意大家早上起来练的，跟着那个我们一个老师任老师是任医生，他是每天坚持练，跟他一块练，现在每天基本上都是差不多都是30个人了，这个就是每天早上一个八段锦，大家感兴趣，我一会儿我把这个二维码我可以发上去。10点钟呢，我们有一个教唱英语歌，教唱英语歌呢，这个就是第三次，明天正常。十二点半一个英语四群的学习呢，我现在老师还没不知道他明天上不上，还没沟通。3、4点钟还有个社区生活，还有明天照常，我讲的就是明天照常有了，其他的明天都有些他们老师要休息嘛，都休息了。这个我八段锦给大家发上去，感兴趣的每天早上都坚持练。这个现在我们早上基本上加拿大全境各好多地方，除了温哥华是比较早一点的，好多地方都有，都每天早上都坚持锻炼，练八段锦。那个我给这个二维码发上去，感兴趣的可以扫码进这个群，可以扫码可以扫码直接扫了。还有下午晚上呢有一个就是7点半到8点半我们一个交谊舞，单人交谊舞，这个黄老师教的，明天照常。我先给大家讲一下明天的情况，大家参加都可以，这个需要你对哪个感兴趣啊，一直在学的，你们就是明天都可以参加。这个码扫完了吗？大家扫完了其他的，要参加明天都可以，这个参加这个活动。还有我看看，刚我讲了我们中心的所有活动，基本都上传 YouTube 了，这个路线都可以看到。我把那个留言，我在那个留言里面都给大家留了，有这个中心的全称，怎么上 YouTube， 怎么找，怎么去订阅，大家都可以看。这个中心的活动呢，反正每周现在已经超过60场活动了，每周也是，反正每天都大家到中心这里边参加活动，每天都有事看，都有事干。你都闲不住，你学语言也好，你跳舞也行，唱歌也行，我们还有健康知识的这个老师讲座，确实都很好，大家感兴趣了都可以参加，我们再一个呢，就是我刚刚讲了，这个中心的有一个宣传群，第一时间呢会把中心的每天的活动啊或者什么都发到这个群里边，感兴趣的你可以扫刚刚我跟那个二维码，我可以再放一下，你们可以扫这个二维码，进这个群。进这个群呢，一个是你们第一时间知道，第二个就是说你们能够及时的把这个，也希望大家及时的把这些信息的都传，都是你在哪个地方，你在国内也好，你在这个不管哪个国家，美国也行，加拿大哪个地方，你在你那里最好是再把这些转一下，我们也希望就是更多人受益嘛，大家也是，大家都是做义工，我们都是在做义工，所以说大家希望也能做一点义工。我这个大家有什么事我可以放开啊，可以你们有什么可以提，我把这个声音都放开了，你们可以打开。